小朋友好，这节课呢我们画延安的宝塔山。我们用到以下颜色，黑绿咖啡蓝黄，还有比较粗的我们用画西洋用的黄橘红色。好了，我们开始画。我们先用黑色，先画一处，然后呢，宝塔山下有一桥，然后桥洞，然后呢，宝塔山上还有。山上会有窑洞，它属于陕北高原沿地方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这画宝塔，对，宝塔没有画。宝塔画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画一些路灯。宝塔山上还有很多路灯。好，我们主要开始涂颜色。延安的宝塔山呢，我们就画好了。小朋友呢，有机会呢，一定要去革命圣地延安看一看，看看那个美丽雄伟的宝塔山。这是我们新中国的根据地啊，新中国从延安走来，所以说呢，小朋友呢，一定有机会去延安看一看。好的，这节课呢就到这里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如果你觉得这节课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转发，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。高旗红剑，感谢你的关注，小朋友再见。